在这块材料上呢，展现出双龙戏珠的壮丽场景。黄色的翡翠材料与白色玉肉做出的龙珠相得益彰，使整件作品呢看起来更加的灵动。双龙的身姿在云层间忽明忽暗，仿佛穿梭在苍穹之间。它们身躯巍峨，肌肉奋发，神态霸气侧漏，透露出迷人的力量感。这一刻，它们正如疾风一般翱翔，充满自由与活力。龙的一切动作都极其精妙，细节之处充满惊喜。它们的动态惟妙惟肖，仿佛在无海之中跃动。从鳞片的纹路到龙瞳的神态，都展现出了匠心独具的雕刻技艺。双龙戏珠寓意着永恒的祝福与吉祥，它们象征着力量和智慧，将勇气和智慧完美结合。这幅作品呢，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象征。当我们凝视这件作品时，能够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力量与能量，仿佛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勇气。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力量，只要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目标，就能战胜一切困难，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。这块翡翠雕刻的双龙戏珠，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，更是一段感人的故事。让我们在欣赏它的同时呢，也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迈进，追逐梦想的道路。